我们首席房车记，今天约好了，咱们要出去玩。先赶紧起来，这个，带浪浪溜溜。啊，我们那双鞋啊，昨天放在这边，下雨了。昨天在直播的时候没收，已经彻底的湿掉了。大早的话，小孩就已经开始过来打球了。来了了，下来，是，拿完手嘛，好，走了。今天要带着浪浪去啊，我们要去这边蓝山，就是乌鲁木齐的滑雪场，那边也是乌鲁木齐人民的这个避暑胜地，咱们过去那边玩一下，快快拉屎，快，那我们走喽。今天带着浪浪去，因为我们要去一天，说浪浪在房车里边不行，待会会把他憋死。好了，遛完浪浪了，我上来把他这个，把他这个牵引绳拿了。飞机带好？飞机还带？带好飞了，非常。那行，那带上吧。咱们再把我们的飞机带上。浪不浪？走。走吧，哎，走。啊，这是你的，给你拿。多少车？马上闻。多少车？多少车？我再推一个。你坐前面吧。啊？你坐前面。我坐前面吗？啊，你坐前面。哎呀，这个叫肉总。啊，你好。我们同事。好，带着浪浪去玩去。我们终于到了蓝山这个天山大峡谷附近，来看看这边风景还是可以的。在这边的话，感觉就有点像那个独库公路里边的那种草原松林的那种感觉。哎，我的天哪！你先在我们就是，是新疆这个乌鲁木齐人民的。叔叔，我打开。哎呦，好。我打开。这个新疆乌鲁木齐人民的这个避暑胜地啊，这边确实很凉快。走。要是没有这个太阳的话，现在就会很凉了。高瑞啊！叔叔，他在那里呢。这边还有鳟鱼。这后面的烤。金鳟、红鳟。洗手，很漂亮。鳟鱼，红鳟和金鳟，金鳟、红鳟。折罗龟宰掉了，给别人客人上了。这让客人没洗掉。上手了，高瑞。啊，好。哎，对，高瑞，那个丸子有没有？丸子没有。家乡呢？没有，我们这边还有小鸭子。等等，小鸭子，去打个招呼。去嘛，打个招呼嘛。小鸡、小鸭子。这边环境还不错，还有个毡房。行，主要是客人，你点一百个我都不上去。点多干啥嘛？哎，那个飞机能不能飞？可以啊，随便飞。可以飞啊？随便飞，可以。你看他们后面咱们可以。这边不错，不会宝宝。这边环境真不错。等一下，让那个叔叔给你飞一下，你先看一下。北美一个人了。有。在凉房吗？这个有点。你去坐时间长肯定凉啊。
对，下边有太阳的话还好，这紫外线照的照到身上还好。这个短袖短裤，你看。你身体也行了，现在帮我身体也行。来这边确实十多度，这边气温只有十多度。十多度是吧？都不止，我觉得。是吧？你需要说。说。我看。哎，漂亮啊！这边去飞无人机去。远距离带大家看一看这边的美景啊。对，太阳出来就不冷了。我们到那山头帮忙飞，这叫飞车。啊？到那山头帮忙飞。爸。啊，不用不用，那个，这那边还不好飞，这边还好放东西的。看看电。都没多少电了。看这树咋飞和，嘚儿飞起来了。他一直让我给他买一个嘛，这个呀。啊，这个不能买，这个有点危险。我这儿飞不是。怎么大风越狠，我心越大，宛如一丝尘土，随风自由的在狂舞。我要握紧手中坚定，却又飘散的勇气。我会变成巨人，他的力气踩着我。怎么大风越狠，我心越大，犹如一丝飘然，随风轻飘的在狂舞。我要深埋心头上冰锤，却有忠孝的勇气，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。吹呀吹呀，我的骄傲放纵，我吹呀吹不尽我纯净花园，任风吹任它乱，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。吹呀吹呀，我赤脚不害怕，我吹呀吹呀，我无所谓让我握，你看我在勇敢再勇敢的去回首啊。是你吗？会给我一扇心房，让我勇敢前行。是你呀，会给我一扇灯窗，让我无所谓。吹也吹不进我纯净花园，任风吹任它乱，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。吹呀吹呀，我赤脚不害怕，我吹呀吹呀，我无所谓高落。因为这边天山山脉啊，它这个整个其实植被啊各方面的，就是和独库公路就特别像。好，咱们去把这个无人机充充电啊，地方有插座，充充电。少的呢嘛，今天啊。喝吧。装完了，干手术就弄三个，知道不？啊，不喝吗？给你放这儿了，看到？放这儿了啊。喝了自己喝，听到没？有体验这个红军25000里长征的感觉了，看到没有？中国工农红军，拿着道具枪、道具刀。还有冲锋号呢。往山上，晒上面。哦，中国人，中国人寿的。晒上，往后。再往后，往后看，还挑着东西呢。现在这个目标挺有意思的。好了，我们的今天的午餐，吃个手吃啊。牛排。牛排。啊，搞一个。
翻译肉松啊。我们碰一下吧，快，赶快倒点啥吃。嗯，怎么样？可以可以，做得好吗？嗯。